一袋是十个，两斤。藤椒的，带一点微麻味辣。很薄，我没翻面，所以说正面粘在下面。好了，说终于开业了，我马不停蹄的就给你们安排了，姐妹们，配上咱们家的这个招牌小辣酱。我得有一个月，有一个多月没吃了吧，因为老板放假了，好，又说什么老家盖房子，一直没开业，这家伙搞得我好久没有吃到了。来吧，鸡腿。还得是这个鸡啊。还是熟悉的老味道，
羊肠面得过些日子了，我还没买呢。自从过完年回来，我还没有那个开始录那个吃肉的段子，姐妹们再等一等啊，因为我四月底可能要搬家，然后可能还要重新找阿姨之类的，所以你们再等等。鸡皮。剩下的就慢慢吃吧，好吧，59块90个，但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合适啊。今天这里面是两款手枪腿，这个是我去年一直在卖的，咱们家一直合作那家立信品牌的，49块90给大家发7个的。这个是去年年底有一个厂家联系我的，他们这两个啊各有优缺点。你像咱们家一直卖的这款立信的吧，它就是缺点呢，就是相对这个来讲它价格要稍微贵一点，但它的肉感包括它里面会更入味一点。如果说姐妹们吃这个吃习惯了，还是选择之前这一款，我这个链接里面给大家挂的是这一款。所以说如果想要这款立信呢，去我小店里搜鸡腿那款49块9发7个的，这个它这个每个是200克的，比较大，
啊，优点呢就是比较价格比较实惠，59.90给大家发10个，也就划到6块钱一个，就是价格特别香，肉感没有这个有嚼劲，包括它可能没有它更入味儿。所以说姐妹们，你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，链接我给你们挂上了，59.90，但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合适啊。特别嫩，这款的话，肉质会更紧致一点，更入味一点。看出表情包，这款更咸一点。姚鸡不一样，姚鸡我觉得比这个咸，我点的这个是原味的蒸鸡，不打咸，配上酱刚刚好。可鲜了，你别看它比较白，出来的没有颜色，什么都有。